最近大家疯狂刷这个深渊任务，就是为了拿到这款皮肤。那么教授这款皮肤目前来说感觉还是可以的啊，手感感觉还可以，因为本身教授就是比较轻盈的一个角色啊，他搏一起还是非常非常舒服。那么这一把的话，接近是一个 S 牌老头啊，老头的话确实是要么不遇，要么就是啊一遇就牵场。那么四合院这张地图的话，要么就是开局修，要么根本就不修，因为他一封的话四合院就被封住啊。另外教授的话课程也出了，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看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看这把到底怎么去翻盘，怎么博弈的。Поднимаем руки, суки, все сюда Солнце погасло и пропало тень сули города Но мы там агентами до утра сил хватило бы сил Подхожу к тебе, чтобы спросить Ты мне дашь, снова ты мне дашь ты мне дашь, ты мне дашь Снова ты мне дашь, ты мне дашь Снова ты мне дашь, ты мне дашь 走了，可以凌辱一般走了。为什么不去四合院？去不了啊！我跟你讲，打老头千万不要去四合院啊！这张地图，你就这么记，死记硬背。打老头千万不要去四合院，有缘证千万不要修二楼，要么开局修，要么就不要修，就这么简单。老头，你们要学会躲，看到方框直接往后缩，做好准备的，你知道。干嘛还做人家修记啊？补血去。这个拉队修四合院的马死了嘛？拉队肯定死。我们看好了，马上又是死了，快跑闪，还得死，死了，拉队又死了，下一波敢拉队就死了，而且拉队还，而且拉队有可能还一点局都死在这里，你知道吗？拉队你就很有劲。这边救不了。老地皮啊，太狠，不会玩，这一看就不会玩。哎呀，这个不好救，他老是给我们压力。人呢？我走了。就要你要嘎了，哎，操完了，直接闪现，我操，那不带不怕我预判吗？我操！啊！哎，咱溜一下这。傻不拉几的，就是这里。让他们俩补血，他前夫那个啥，前夫跟你人走，我看跳的是中场那个人，你给他点，先给他点，但是现在感觉那啥。那搞脸上跟他博弈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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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快走啊！